收看106年11月25号星期六的港都新闻，我是洪静怡。高雄市目前开办的公共托婴，因为收费比坊间的私立托婴中心便宜又安全，大受民众的欢迎。但因为供不应求，不少人排队都等不到。社会局决定明年再增设7处社区公共托育家园，将保姆与托婴中心做结合，让更多父母受惠。新生儿出生之后，家长最烦恼的就是婴儿要给谁带，送到公共托婴中心有名额限制，送到私人保姆家费用又太高。市府社会局发展新形态的托婴机构社区公共托婴家园，以社区化的方式提供家长另一种选择。这个新的方案是结合托婴中心跟居家托育保姆这样子的一个优势，那以4个托育人员来照顾12个未满2岁的幼儿，是一个小型的社区化的在地型的一个照顾的模式。目前高雄市已经有17家公共托婴中心，以各区0到2岁幼儿人口达到2500位，就设置1处公共托婴中心。明年再增加7处的社区公共托育家园，将以公托和育儿资源较少的区为优先。预计会先在大树、纸观、旗津、鸟松、盐城、大社、林雅等这7个地方，我们已经找到场地，那也有相关的一个团队很有兴趣，所以我们也跟中央争取前瞻计划的经费，跟我们市府也支持我们这样子一个经费的状况之下，我们先在这个7区会来推动这个新的照顾模式。除了幼儿的托育资源增加之外，市府社会局也针对高龄者积极进行空间活化，以扩增长照2.0 ABC 级的社区照顾据点，预计年底新增51处，让长辈能在地安老。好，其中包括我们的22个日照中心，还包括我们 ABC 目前持续在布建的一些据点，还有我们照管分站。好，这样子目前已经68个，那我们今年年底还会在纳马夏、茄定、左营、仁武还会再增设51个服务的据点。为了增加社福据点，市府社会局运用了100多处的公有和民间空间活化，设置育儿设施、身心障碍福利设施和老人福利设施等，大大减轻照顾者的负担。港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一名来台自助旅行的日本籍女子，因为看错时间没有搭上班机，再加上语言不通，个性又内向，一路从高雄小港机场步行将近10公里，走到河西路上的电影图书馆，打算露宿街头。但后来因为深夜饥寒交迫，忍不住在爱河畔痛哭失声。有目击者报案，远景除了买食物给她吃，也找日本交流协会帮忙协助她回国，再次感受到台湾人的温暖。五福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有女子在爱河边哭泣，担心她是否有轻生念头。所长周信宏接到报案，立刻前往寻找，果然在河边发现一名女子包裹着毛毯，语带关心询问怎么会大半夜一个人在河边徘徊。小姐啊，你们睡在这边，你住哪边啊？没想到女子一开口说的是日文，才发现她是日籍旅客。虽然所长转换英文询问，但似乎没办法沟通，决定先把她带到派出所安置，并请熟悉的日文员警沟通了解。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就前去询问她，那是不是需要什么帮忙？那女子就回复全程都是以日文在回复。那我们就以英文询问他说是不是有需要什么帮忙，那到派出所过来，那他就同意说跟我们过来。原来这名来自京都的日籍山口小姐，以最省钱的小资方式来台湾玩，三餐休憩几乎都在便利商店解决。因为不小心错过班机，又没多余的钱购买机票，只好从机场走到爱河边，超过10多公里，觉得又饿又累，无助之下痛哭失声。是以那个小资女旅行的方式来到台湾，
那他在台湾的这六天，基本上他都是带着那件被毯，然后在便利超商里面过夜，因为他身上的钱并不是很多。那当天的时候，他可能对于我们台湾交通的那个时间的计算没有掌握得很精准，所以导致他到机场的时候班机已经离开了。幸好山口小姐遇上好心路人向派出所报案，警方也自掏腰包买热腾腾的食物饮料让他一解饥饿。在警察局留宿一晚后，隔天警方也与日本交流协会联系，确定女子在日本住所后才结束这场深夜爱河惊魂记。女子也不断感谢警方收容协助。港都新闻张世民、罗少君采访报道。位在西子湾隧道内的防空隧道，在市府、中山大学与航港局的合作下，终于褪下神秘的面纱，日前对外开放，吸引许多民众入内参观。中山大学在隧道内举办装置艺术，宛如进入了时光隧道般，勾起不少人的回忆，带您一块来看看。一听说西子湾防空隧道开放参观，立刻吸引民众大排长龙，等着一窥究竟。而这座防空隧道其实就位在西子湾隧道内侧旁，过去大门深锁并不起眼，如今打开了大门，终于揭开昔日的神秘面纱。这个防空隧道，这个全长是超400公尺，那以前哈，以前从日本时代一直到战后，那其实它主要都是属于这个防空避难的一个设施。那所以呢，因为它有特殊的任务，所以一般它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我们目前呢，我们是透过一些短期的这个活动来让市民知道说，我们有一个这个这么奇特的一个地方一个地点。那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一起来思考说，那将来做什么样的使用是一个比较妥当的方式。这条神秘的防空隧道坐落在寿山内部，长约400公尺。可以连通登山街60巷古道及西子湾海水浴场，过去是港务局的暂时指挥部，里头空间可以容纳2000多人。不过这次仅开放50公尺，由中山大学举办历史影像展及西湾学堂装置艺术，让人仿佛走进时光隧道般，勾起不少旧时回忆。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会蛮吸引大家能够再来参观，同时来配合它原来历史上的这一种怎么说，配合它历史上的这种传承吧，比如这种传承蛮有趣的，蛮新奇的。因为我们每次都这样走过去然后不知道说这边还可以通到什么海水浴场通到哪里这样子，然后他们现在把它做成一个时光隧道，会很勾起我们很多的回忆这样子。其实西湾学堂的装置艺术是把一个人不同求学的历程作为元素，透过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创意感十足，用人的一生的一个求学历程来作为，你好像把这个防空洞作为一个时空隧道的概念，所以你会看到从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那每一个阶段我们去汲取那个阶段的元素，譬如说国中就是一直念书一直念书，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书都是高雄选书，也就是跟高雄历史文史相关的选书。多年来西子湾防空隧道因为军事及民防需求无法对外开放，如今市府推动新兵计划，致力让历史场域重现。由于目前产权还是属于航管局，都发局表示未来将会以活动方式安排，希望让更多的市民看到这处几乎快被遗忘的地方。港都新闻王四五林廷阳采访报道。接下来是这个星期的新闻回顾。又到了寒冬送暖的时节，高雄市议会第7年办理送暖活动，与高雄市慈善团体联合总会，动员多个民间团体共襄盛举。今年优先关怀早疗儿童、身心障碍儿少的弱势家庭，累计7年已经扶助10000多户家庭，送暖金额高达2000多万。高雄市议会持续第7年办理送暖活动，今年优先关怀早疗幼童或者身心障碍儿少的弱势家庭，因为和其他弱势家庭相比更为辛苦，长期照顾的压力也更为沉重，更需要社会大众的协助。今年送暖的对象换成经济弱势里头的需要早疗的小朋友，或者是身心障碍的小朋友这样的家庭，那
我们是经过社会局的推荐，认为说今年可以从这个方向来做。今年送暖活动透过社会局、区公所、慈善社福团体转介，共有1501个申请个案，经过各地慈善单位复审评估，通过1383个受助家庭。高雄市慈善团体联合总会将给予长期陪伴，协助他们脱离贫困。买原料，叫老师帮他做，做完之后我们办音乐会或者是义卖会帮他卖。阿伯也急吼，我们慈善会从来不抽一毛钱。啊，有的人安尼为着安尼吼，伊讲哎，我开始赚钱啊，啊，他就开始讲哎、欸，我都赚钱啊了，那我就是会出来慢慢这个我们盖小套楼。起码有的人已经，有的人按价已经可以一个月差个可能赚个几千块了。市议会从100年起陆续举办送暖活动，今年迈入第七年，累计扶助10000多户家庭，送暖金额高达2114万多元。今年则结合个人、企业、团体、政府局处、公庙、医疗等127个单位共享盛举。因口议长感动到了，所以呢，议长捐那么多钱，议会让我们就当志工。所以高雄市这么一个风气来讲，市长会理事长不是捐款而已，还要当志工。办了7年下来，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的志工增加很多，他们可以去各个角落去关怀，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送暖活动将于11月25号下午在议会前庭广场举办，受助家庭可以在现场领取2000元的物资券之外，还有爱心餐食、合家游戏、义剪义诊等等，让受助家庭感受社会的温暖和关怀。一起幸福哦！港都新闻林庭阳、赖昌邦采访报道。高雄市政府新任新闻局长张嘉欣在市政会议上正式宣誓就职，市长陈菊肯定他多年来担任幕僚的付出，也期许未来承担更多的责任，扮演好市府与媒体之间沟通的角色。张嘉欣高举右手，在高雄市长陈菊监视下正式接任新闻局长，随即将誓词递交给市长，完成就职程序。我们跟第四力量之间怎么样子接受监督批评，然后再让这个城市更进步，啊，就是我们未来张嘉欣局长他必须非常辛苦，也必须来承担责任。陈局长丁允恭调任行政院顾问，市府宣布由张嘉欣接任新闻局长。陈局表示，张局长资历完整，过去11年来都在市府担任幕僚，期许他承担更多责任，扮演好市府与媒体间的桥梁。这个新闻局长的缺，没有谁比我们张嘉欣张局长更适合。我想他的专业、认真等等，包括长期以来。他都担任幕僚工作，真的是，我们在新闻局局长的任内，一定让我们张嘉欣张局长他的专业能够有更好的发挥。张嘉欣现年44岁，政治大学政治学硕士，先后在文化局及市长室担任专委及机要秘书。他感谢市长陈菊给予历练机会，未来一定会带领新闻局团队成为市府与市民最好的沟通平台。港都新闻王思武、林庭阳采访报道。今年港都有线电视身为在地企业，将举办港都生活节系列活动，不但有专业歌手现场演唱怀念金曲，还有上百份免费限量串烧美食。最特别的是，还邀请到古物收藏家朱南山先生打造复古街景，欢迎大家相约12月2号到香蕉码头参加活动。专业歌手清亮嗓音带来一首又一首怀念金曲，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年少轻狂那个纯真又美好的年代。仔细一听，会发现每首歌曲都和海有关联。高雄过去以海港起家，港都人的亲和与海派性格就是最迷人的一大特色。庆联港都有线电视身为在地企业，12月2号将举办港都生活节系列活动，传递美好生活的幸福理念。高雄市民能够走出户外，那跟亲子间的关系做一个互动。那下午的那一场呢，我们除了这个
有丰盛的这个表演以外，我们还有一些游戏的游戏的一些活动哈。那还有古言练古言的这个导览，那其实它就是有专门的导览员带着大家去看看古迹，那大家听听故事，那晚上的时候就是一起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港边来享受一下这个美食，那听听音乐。董事长黄建全与新闻局副局长蔡秀玉、观光局副局长叶新雅及市议员黄淑美等多位贵宾一同敲钟，转动航海方向仪，搭配海螺船鸣，宣布港都生活节活动正式启航。对这边呢特别的有一种感觉，一种好像回到故乡的一个感觉啊。那我觉得其实电子媒体呢不仅做到一个在一个本业上的一个责任呢，那它也负起了社会的责任哈，那去照顾更多的人，现在连我们的平常的生活也都顾到了哈，所以我给这个庆年港都100个赞。另外，为了让参与的民众感受最纯粹的美味，12月2号活动当天将会准备上百份限量盐烤美食。记者会上也特别带来蒜头、玉米笋等串烧，让来宾抢先品尝。其实庆年港都一直也是对于社区的公益活动非常的卖力，所以今年最后的一场就是港都生活节，12月2号会在我们的香蕉码头，也欢迎各位一起来共享盛举，来体验我们的大高雄港都，认识我们的高雄。那我们用旧有的元素，然后再把一些非常现代的一个铁道文化注入新的元素，所以这个地方哈，来推动这样一个港都生活节，可以说是最适合的一个区域哈。所以我们欢迎我们国内外的好朋友都能够赶快哦，就12月2号那一天哦，纠集很多的朋友到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参加我们的港都生活节的一个活动。吃着串烤美食，穿梭在热闹市集里，这就是早期高雄港边最朴实的生活形态。12月2号生活节系列活动特别邀请到古物收藏家朱南山，在现场打造复古街景，欢迎大家带着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一同回到单纯又美好的年代。港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启智苑的孩子们一直梦想能够搭高铁旅行，这个愿望终于能够实现。台湾高铁左营站21号赠票，让屏东教养院的院生们到苗栗一日游。为了这一天，他们还特别献上排练许久的红绸舞，感谢高铁左营站的爱心帮忙。福伦社的舍友坐在小朋友旁边，教导他们把白色的盐巴用粉笔染色，再把不同颜色的盐巴用纸卷的漏斗倒进玻璃瓶中。舍友们都耐心地鼓励这群漫飞天使自己动手做。这些小朋友虽然他们动作稍微缓慢一点，但是需要大家的关心。我觉得他们只是反应没有像一般小孩这么快，但是他们都知道。要制作彩盐感恩瓶，对这群发展迟缓的小朋友来说不太容易，因为有些孩子的手部无法做到精细动作，必须耐心教导。但透过这样的手作，可以训练漫飞天使的手眼协调。粉笔，然后这样子搅拌，然后其实也是训练孩子手眼协调的部分，然后他们的触觉啊，然后感统的部分，然后把他们倒进去的时候，然后就一层一层，然后也是可以让孩子训练他们认知的部分，就是颜色。高雄木棉福伦社长期关怀伊甸基金会的漫飞天使，今年是第5年号召舍友一起加入筹募弱势儿童服务计划经费。漫飞天使则在舞台上跳舞，展现平日的早疗成果。我们可以尽一点我们小小的心力，然后延续的去持续性的把这个服务计划做下去。对他们来讲，专业的早疗照顾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小朋友们借着感恩节的活动，制作彩瓶，要把这样的彩瓶送给我们福伦社的舍友们，表达我们早疗中心对他们的感谢。谢谢。早期疗愈主要是帮助孩子在0到6岁的黄金疗愈期能够得到完整的协助。高雄木棉福伦社发挥爱心，号召舍友一起来帮助伊甸基金会筹募经费，不让孩子
子因为资源落后，丧失健康成长的机会。港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采访报道。南横公路沿途风光明媚，景色秀丽，为让更多民众可以一窥究竟，明年一月下旬将举办一场南横马拉松竞赛。记者会上还邀请到是大运举重国手高展宏担任代言人，他希望民众踊跃参与，让更多人看见家乡之美。戳破气球象征为马拉松选手注入新活力。为了庆祝南横公路风采重现，南横马拉松将在明年一月下旬举办，路程伴随着翠绿风景，成为名副其实全台湾最美丽的马拉松场地。近年来因为八八风灾对于我们六龟跟桃园地区的一个伤害其实是非常大的，那随着南横公路的渐渐开通，那还有我们地区的温泉的一个开发也渐渐的完整，我们很希望，我们也认为时机到了，把这个一个好山好水有很多旅游资源的部分来介绍给全国的游客。这次马拉松分为四条竞赛路线，过程中的补给站更是有满满的原住民特色，让参赛的民众值回票价，对在地留下最美好的印象。把原住民的布农的特色跟我们的拉拉的特色呢，显现在一个这个桥梁上面啊，欢迎大家都来到我们桃园来。身为活动代言人的是大运铜牌举重选手高展宏，他同时也是桃园区的在地居民，第一次身为代言人，听到是为家乡宣传，一口气就答应，希望能将故乡之美推广给大家。很开心能够为我们部落然后来代言这样，然后希望能够促进部落的那个运动风气。我们桃园区就很美啊，就空气很新鲜吧，每次我回去都是能够大口大口呼吸，就觉得很舒服，然后你再看外面风景也都是很舒服的。充满原住民风味及美丽风景的南横路跑，邀请全国所有路跑爱好者一起来参加，享受在地之美。港都新闻林廷阳、洪静怡采访报道。高雄市忠孝国中国乐班拿下全国音乐比赛高雄市初赛的特优，这份荣耀得来不易，是学生专注练习及指挥老师发挥创意才能获得这个佳绩。接下来他们也将代表高雄市参加全国学生音乐比赛，期许这些学生们能够为高雄争取荣耀。震撼的音乐声回响在校园中，可以看到教室中的每个人认真专注的练习。他们是忠孝国中国乐班的学生，在106学年度全国学生音乐比赛高雄市初赛拿下国乐合奏特优的佳绩。忠孝国中校长表示，这是国乐班创班20年来第一次拿下特优，学生辛苦练习，展现相当甜美的果实。给我们的孩子按一个赞，因为呢，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真的很认真都在练习。那这一次呢，就是拿到特优，其实就是对他们一个最大的鼓励跟肯定。国乐给人的印象多半偏向庙会或是婚丧喜庆的伴奏，而指挥老师跳脱传统既定印象，搭配强而有力的口号，轻松活泼的走步，让演出更令人印象深刻，也希望让更多人看见忠孝国中国乐班的厉害。其实这首歌本来是一首生的协奏曲，但是我把它改编了，然后变成合奏的版本，但是我们还是有让生的小孩在前面，但是他并不是所谓的主角。那中间啊，就让一些打击啊，包括我们的打击杨学文老师，对不对？然后就设计了这些舞步，然后让同学有在台上有一个走动的感觉，不是那么制式化一个镜框式的一个所谓的合奏的表演。拿下国乐合奏特优，每位学生都相当兴奋，因为这也意味着他们成为高雄市代表队伍，将与其他县市好手一同角逐冠军。当然大家都是很开心的，然后但是我要先就是谢谢指挥，因为我们的指挥他超专业的。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说可以拿到这样的成绩，一开始就想说尽力就好，上台全力演出，然后也没有想到会拿特优啊，拿到特优让我们感到很开心。在明年的2月26号啊，礼拜一晚上，我们在大东艺术文化中心有一个忠孝国中每一年的一个发表会，好，那然后也希望各位观众、各位朋友都能够来聆听。国乐班的许多学生都是零经验，从基本功学起，虽然一开始吃了不少苦头，但他们拿下佳绩，继续往更上一级挑战，期许这些小将都能为高雄争取荣耀。港都新闻王瑟武、洪静怡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读新闻，我是洪静怡，感谢您的收看，也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再会。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 BB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账单、频道节目和 VOD 点数等行动账单、客服资讯带着走，各项需求一次满足，比一比 BB 最聪明，快去下载哦！请查清联港都或上官方网站查询。想了解健康养生，膝盖脚尖朝前，好甜哦！嗯，流行资讯，哇 ，bling bling 的东西，手工饰品。民生消费，它这一头的话就是电锅连接的地方。亲子育儿，有小朋友比较不容易打嗝。对，所有精彩内容都在每周五晚间9:30，《爱家好生活》。你的声音需要被听见，高雄的未来不能没有你。高雄的大小事需要你我一起来关心。多元议题，公民参与，就在高雄现场。每周二晚间9:00，在第四频道的高雄现场等你来 call in。时间不同地点，让我娱乐不中断。任何时候想看就看，我的随身好伙伴 BBMOD。